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Yuki， 欢迎收看《创爱世界》。今天我邀请到了三个美女来我的频道。我叫星星，嗨，我叫丽颖，我叫 Janice。今天我们要来比赛夹娃娃，我一人会给十块钱，包括我自己。谢老板。不客气，不客气。我们今天就来比赛夹娃娃，看十块钱可以夹，每个人可以夹到几只娃娃，夹到最少娃娃的人就要惩罚 ，OK 吧？惩罚什么？今天的惩罚是拍抖音，在大庭广众之下来拍抖音，不可以。就是应该是他拍的啦，一定是他拍的。没关系，我们就比。他们小看我夹娃娃的技术。话不多说，我们现在就来开始。我今天是第一个挑战者，现在就来看我十块钱可以夹到几个吧。第一只娃娃，不知道是不是宝家，其实。哈哈，我是第二个挑战者哦，然后我还挑战这一家。第三个挑战者，刚才我们看到第二个挑战者用了十块，也不是十块，少过十块，都挑战不到这一架，所以我决定继续挑战这一架。我们夹回头不及，好夹！有可能，因为你刚才夹了吗？天花，天花，你不能逃，因为它是一条长长圆圆的。Oh my god！ 哎呦，搞什么啊？哎，夹不到你这。哦，有点歪了，夹上来给我呗。啊啊、大家好，我是第四个挑战者，然后我还是比较想挑战这个，因为这个是我从小到大的偶像，所以大家有去大阪的记得要过去一下。
好，就是这样。今天挑战结束了，我是唯一的赢家。我夹到一只娃娃，他们全部人都没夹到，所以他们要惩罚。你们要决定让一个人惩罚，还是偷剪刀布来决定那个人惩罚，还是三个人一起惩罚？一起啦，我们。OK， 现在他们三个人进入惩罚，我们来拍我们抖音惩罚。You can count on.影片到这里，如果你喜欢这部影片的话，记得按赞、订阅还有分享。他们其实都是最近新开的 YouTuber， 每个人都有拍一个假娃娃的影片。如果喜欢他们的影片的话，可以去他们的频道看。我们以后还会有更多好的影片跟大家分享。好，那么我们下个影片再见喽，拜拜。拜拜。